六六三十六，六七二四十二，六八四十八。我跑的这趟车是从南宁到哈尔滨的，是全国最长的一趟，一般跑六天。连着好几年都是过年值班，就错过了跟儿子一块儿过年，只能让我妹帮忙照顾他。我总怕他不乖，麻烦到妹妹，所以每次见他都忍不住特别严厉，可一分别就后悔了。前几天我妹突然跟我说，要不今年列车停凯里的时候，我带小丁来站台看你一下吧。虽然只有三分钟。好嘞，小心台阶啊！好嘞。一一得一，一二得二，一三得三，一四得四，一五得五，一六得六，一七得七，一八得八，一九得九，二二。得四，二三得六，二四得八，二五一十。小丁明年就要升小学，我上回吓唬他，如果还是记不住乘法表，就不能上我们镇的小学，更见不到妈妈了。没想到他当真了。但是今天时间不够了，我们先不背了好不好？姐，你听他背完吧，他就背好几天了。五七三十五，五八四十，五九四十五，五六三十，三六三十六，六七六八。高敏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啊。小丁，六，还有什么要跟妈妈说的吗？二十八，六九五十四，七七四十九。